Hello, come back to China soon now. Yeah, go back China. 听你是一路兴奋，我刚刚跟我老公还在说，我跟他俩都有点紧张，不知道是不是特别长时间没有出行了，总是担心那个怕掉了，这个怕忘了。只有进了飞机场之后，领了飞机登机牌，才能心安一点。我希望我们那个雪没有化，然后雪不会影响我们的航班的话，希望我们一切顺利，我们就回家丢堆雪人好不好？耶！二哥今天特意请假送我们去机场，我们订的是伦敦直飞深圳的，要在深圳转机，现在从伯明翰开车到那个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话可能要两个多小时吧，希望路上不要堵车。And then we go up this ridge, hill. 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都。See you. Bye, Kitty. Bye bye. 哇哦，一进机场，好多人啊，堪比春运。伦敦希斯罗机场应该算是全球客运量最大的机场之一吧。现在我们先去托运行李。终于换到登机牌进机场了，看到处都是人，连地上都坐的是，我们找不到一个位置坐，里面的温度太高太热了。What's your feeling now? China, we're coming. 好了，一路激动的旅程要开始了。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坐，这里正好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的登机口，前面有些垫子，让他跟爸爸在这儿玩，我去逛一逛。有谁跟我一样，到了免税店，即使不买，一定要进去先探探价格。这里的品牌还挺多，到处都挂着打折的这个标识。我们先去看一看我们大家都会常用的这个雅诗兰黛是什么价格吧。这里有大家关心的这个小棕瓶，我们看一下，两瓶100毫升的价格是224。这里还有那个精华晚霜和眼霜的价格是107，我不知道大家在其他渠道或者是旗舰店买是什么价格。这里还有组合套装，一瓶200毫升的水，50毫升的精华和这个晚霜是75毫升，它卖215镑。下面哦，这个是它宣传很多的这个眼霜的价格，是两瓶的，两瓶15毫升的这个眼霜85。下面是娇韵诗的推荐的，它的那个精油也比较很多人用嘛，然后送的是一个那个眼霜眼部的精华，224，应该一个是20毫升，一个是50毫升，是100毫升的样子，100毫升。下面是兰蔻，兰蔻小黑瓶很多人用啦，240。两瓶100毫升的这个是这样的价格。说实话，我来英国两年，在护肤品上面，我真的没有发现，在免税店买也好，或者在其他地方买也好，这边有优势。所以就是有网友在问我，让我到机场免税店帮忙看看价，所以我今天帮大家看了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比较一下。这里有一个提供儿童玩的游乐场，好多小孩在里面，亲民进去了。登机口时间出来了，第33。Timmy 有了小哥哥，也不要我们了。终于找到位置了，今天的那个航班全部都是满的。OK 的。飞机，飞机。小家伙，飞机一路上可兴奋了，终于坐上飞机了。在他以前坐飞机的记忆，估计都已经没有了吧。Look at happy. I'm so happy too. I'm looking forward to eating delicious food. Oh.
I'm already there. You heart already fly to there. 好了，可以啦，吃饭啦。已经是送餐的点了。Timmy 吃完这一顿估计就要睡觉了。我们给他带的这个旅行床正好放到这里。小家伙一路上出乎意料的听话，特别乖，也增加了我的信心，说好以后我可以单独的带他出去玩了。